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。而且你好年轻，而且你们才四天就结婚，根本没有爱情生活，还不过瘾。我跟我先生都觉得我们谈对，年姐知道，对，我们结了婚以后才开始。你确定吗？你是在安慰自己吗？我老公真的没有，因为有很多没有，因为有专家为什么我这样讲，也不是说去。这个唱衰你们，就是说专家其实精神科医师他也做一个研究哦，就是说其实你的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好，互动也好，其实呢他的那种甜蜜度会随着什么一个小孩每况愈下，生一个就往下，生一个就往下，那一直要你听我讲，就是说往下之后呢，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幽谷期，还有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看破，就是那种幻灭期到幽谷期，可是一直到什么，一直到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在往上扬。可是我在想的是说，你现在一个最大才六岁，那最小一直在就很小哎，那现在已经到幽谷期了吗？快要到低点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我必须要讲，就是我跟我先生是真的是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每次去上课的时候啊，我总是会犯一个错，就是我每次就是叫老师的时候，我都只是举手说“老公”，然后对，表示你脑子里面对我脑子都是下意识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。然后老师被我叫老公叫到烦了，尴尬，他叫到烦，而且不是自己对啊，你不是一次犯错而已啊，我好你是三不五十就对了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哎，这种事情下课再说。不是，老师说要会，老师说你真的如果那么想你老公的话，这堂。课你可以先回家，真的假的？就直接在跟你讲，对啊。可是你这那时候会不会这么年轻的一个妈妈在还在上课，心都会不会飘到哪里去？会不会？其实求学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做，就是想要出来认识朋友，这就是一个管道，就是能够抽离这个家里一部分，因为二十四小时你都待在家里带小孩，其实会闷的，而且会跟社会脱节。像谁？你上课的时候不会想他吗？想老公。夜校那么短的时间，小孩啦，夜校就四个小时啊，而且那时候还大肚子去学校，然后电梯就只有教职员可以坐，然后因为我是怀孕，所以我老弱妇。对，我知道为什么维尼妈会那么想她老公，她老公。在外面，现在一手抱一个，一手牵一个，背上还背一个，没错。所以有这样的老公，他才会时时刻刻都会想他，是幸福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公，真的是这样。其实我跟我对啊，现在在外面，我太太也应该把他叫一个人带三。可是我是真的还是想问说，这样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刚说有没有让你觉得，对，你有没有觉得说有那种突然间觉得很沮丧，或者你觉得会有点后悔，或者冲突？我不相信你们两个都没有冲突，一定会有，就是跟老公一定会吵架，而且我们俩的个性就是他可能就一走了之，他去开他的，我最恨这种男人，真的都没讲清楚走什么走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因为我就是那种你我都没有讲什么，你就。对，然后而且我当天的吵架一定要当天解决，我不想要带到就是隔一天，所以我后来我慢慢因为结婚了七年，就找到了那个磨合点，我觉得那是要的，因为而且加上有了小孩，因为我本身是单亲家庭出来的，我就知道说那个家的重要性。我不太希望，就是说，比方在小孩面前吵架啊，或者什么的，我觉得那不太。你说小孩啊，反而是我们大人的润滑剂，没错，就像我。之前大概我儿子在差不多四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有一阵子吵了好大一阵子，加上一个月几乎都没讲话。那时候就分，你看才结婚四年就分房了。对呀，那时候是没有等一下是什么原因？我觉得应该是你吧，只是为了金钱嘛，就吵那个钱的用法，然后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每个月都为了小事情都吵架。不然那一个月哈，就是他都带着儿子进进出出，那其实我就一个人都在房间里面这样。结果你知道有一天。我因为真的吵太凶，我相信小孩子知道的，知道爸爸妈妈在吵架，心里面是难受的。你知道，有一天晚上，然后他就看我一个人睡在那个房间里面，他就开着门偷偷进来，然后就抱着我一直亲嘴巴，一直亲嘴巴，一直亲。他说：“爸爸，你一个人睡这边，我知道你很孤独，但是哦，你知道有我在。”你有我在，就抱着。我跟你讲，从那一刻，你就觉得说，你就整个有什么好再吵的呢？那我有记得囝啊，你。小孩子都愿意这样子出来，你还在忍心伤害他吗？等一下，有次我发现他后面有写字，哎，你刚刚那个 Happy Birthday 啦，就是生日的时候他写的字，对不对？不要再让我骄傲了，真的不要再让我骄傲了。你说父亲节快乐 ，Daddy I love you。谢谢，你看看，不要逼我掉眼泪哦，要快哭了。我跟你说，哭一下嘛。广告后还有，你放下来一下嘛，有更多的育儿经，马上回来。真的是养儿方知父母恩，真的，而且有很多人真的是求一个小孩不可得，但是真的得到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能力体力都有限。我知道好像
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最高龄到目前好像大家知道的名人就是吴淡如。对，淡如我们知道她去年的就是生了一个女儿嘛，但是在她因为是高龄怀孕，然后怀的过程非常非常辛苦，是用试管的方式啊怀的。那怀到最到中间的时候，她发现说其实她只能保有一个，因为有一个发现她已经其实已经变死胎了，但是那个时候又不能动手术，她必须要忍住，然后她你看要忍受。这高龄怀孕本来就很辛苦，有会有不舒服，非常非常不舒服。然后又想到说有一个小孩已经这样，那那个会不会影响？能不能让他健康的生下来？好，后来剖腹生的时候又发现说伤口有感染，然后又有转院，种种的问题都通通来了。所以他等于是生了这个小孩，整个过程到生完到复原，他都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到现在你知道他工作是每天是满档的，满档他还想要这个小孩，因为现在才一岁多嘛，可是十五岁要带个小孩，那个体力跟那个应该没办法，而且他工作心又很重很强，他工作也不能放下来，怎么克服？可是又要带这个小孩。对呀、啊，对，我是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讲，就是说淡如啊，他常讲说，你看他多好强，他只要去做，他绝对他一定做得到，包括他有潜水执照哎，然后就练 EMBA， 他只要决定要做，他一定要做到。所以后来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蛮有意思，他说其实他发现全天下最难的事情好像是生孩子，他深深的体会到。然后后来呢，其实当然我们讲说他生了，那过程当中其实他真的挺着肚子主持节目干嘛？我们就看他很辛苦的地方是，他那个脚已经有妊娠督觉，到后期肿到。那个不行，那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而且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，我们真的这些姐妹她也不知道说，你肿到那么肿，原来你一半那个一个已经是死胎了，你看那多危险都没有讲。然后后来呢，其实她生出来之后，她就跟我讲说，他说每天呢，他因为小熊非常非常的精力旺盛，他觉得他像个电池娃娃，就永远都有弄不完的精力。然后他常想说，那我是不是啊？他想了一个方法，我就陪你玩，我看你有多精力多厉害。后来呢，常常都是什么？他已经倒了，小熊还在精力旺盛。所以一个高龄妈妈来讲，其实辛苦，可是我觉得他已经尽量做到一个妈妈该做的事情。而且我知道45岁，不管那个体力，晚上睡觉要再起来泡牛奶，甚至是身体整个都已经在退化，包括我还知道他用全母乳，哇，这个是非常了不起。淡如在这个部分真的是我们要来为他，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先生。那今天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跟我们分享育儿经，但是还有一个艺人，其实日子也很精彩。他当然他小孩子，但就像刚玲姐说，他曾经也被绑架，那是张艾嘉。张艾嘉呢，我们现在也做了一系列的故事哈。当然我们也知道他的整个人生非常精彩，包括小孩子曾经被绑架，还恋上有妇之夫，整个过程，最后在儿子奥斯卡被绑架的时候，他整个开始释放，开始把他的爱整个都学会了怎么样真的是爱一个小孩。对，我们看张艾嘉的故事。